我们国昌哥哥现在是一名纯情的俏委员哦，纯情的俏委员，对对对对，这部我有看过哦，对，所以哦，哎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新的，新的，等一下会帮大家来那个，等一下国昌为什么？因为他之前是纯情俏医师，哎，纯情医师遇上俏委员，他现在是俏委员，不太一样 ，OK， 你没有发现他哪里比较俏吗？哦，好好，心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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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翘了，拿翘哦 ，OK， 好。